强调了听党指挥、服务人民、备战打仗。那么这一切的东西，应该说都是在强调我们军队在新形势下现代化建设它的一个目标性的东西，同时强调在现代化建设当中，特别强调在现代化建设当中维系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维系听党指挥，也就是维系这支军队的军魂。那么最后提出的这支军队提出的要求是要打败一切来犯之敌，要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注意这个提法不仅仅是国家安全，包括了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